到八号场地。这新世纪王宇还存在那儿是吗？还有，一直。哎，是的，黄老板，黄老板。交什么了？他是做什么的？是搞汽车呀，他是搞汽车的。他不知道你家是汽车的。对，所以汽车。加油，欧阳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个女的没来呀？没有了，这个老的，这个老的，不知道是不来了。他来了也怎么了？哎，他可以打女的吗？把少颖，少颖顶一下，少颖体力不支了是吧？我打还是我要睡觉了呢。我体力不支。那肯定了，没有十三秒过了，逃不来。可以，加油加油，没事，你别笑，可以打。我觉得他现在体力不支了。他这脚的球不适应的很难打，因为他打的少颖踢的很灵。他球太快了，已经死了。哇，好打，抓紧的话。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真的。不好意思。因为这边的球和你们的不一样。同源加油，同源加油。你就打对角针。忘记拍了。你就拍着打对角针。我说你们出去好多呀，这把塑料都要出去玩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控制了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是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昨天打的时候是不是也是？这个球为什么那么好？对啊。加油，加油，同学，加油！欧阳，加油，欧阳！没事，我看你打我，这后面就完了，秀我了，他们还进了好多，我不敢打过来，我都不敢打。继续加油！一点力气都不能，因为你没打，前面他们几天已经打了几天了，打了几次了。有。出街了两家，大哥。六六加油呀！可以的。他只会搞这些东西，我跟你说。
好。欧阳，站他近一点，离他人近一点，离他离人近一点点就行了。对，你要近一点。可累死了，下来，下来。快点！赢了没有？这个刚才先赢了吧？赢了，不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男生也输了。对，八岁男生输了。我们那是3-2，刚才那场3-2。快写。加油加油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哎呀，你不需要跑，你直接他回就会打你成功的，你直接打完就上，就直接再打他就可以了。你不用跑回走，你就接着他们球慢点，因为他球不会给你出去，然后你跟他近一点，他不要在那边。你看你们所有的人死了，死了，死下面走，还是正常的，就行，近一点就可以了。
是不是打他出来？因为这一局这条有二排热搜，估计会在台湾赢。注意被淘汰了。看看他们上一场。好球！好网上。我有小组有四个队，原来有五个队。我把它解了，又看了五个队。好球啊！四个组。好球，好球。欧阳那边光过来不了啊！漂亮！小分数一定要赢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因为被别人搞得那个，对啊。